沙伊克与布莱德利·库珀。据外媒报道，44岁的布莱德利·库珀与33岁的伊丽娜·沙伊克结束了4年的恋情。虽然其经纪人还未证实这一消息，但有媒体报道称，二人已在讨论两岁女儿的监护权等事宜。伊丽娜·沙伊克是俄罗斯著名模特、演员。2015年与布莱德利·库托在纽约的被拍到热吻而传出恋情。2017年3月，两人的女儿出生。在此之前，布莱德利·库珀2007年曾与女演员珍妮弗·拉斯波奇多有过4个月婚宴。一个明星的诞生剧照，布莱德利·库珀与 Lady Gaga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就有消息称合作了一个明星的诞生的布莱德利·库珀与 Lady Gaga 过于亲密，完全忽视了坐在台下的伊丽娜·沙伊克有假戏真做的可能。布莱德利·库珀与伊丽娜·沙伊克此次分手，众人怀疑 Lady J Gaga 是第三者。今年年初， Gaga 曾否认与库珀有任何超出友谊的关系，但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疑虑。